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你们听好了，不可恋战，甩掉他们，尽快进城。你们已经闯入我们的边界了，赶紧退回去，不然杀了你们！他们说什么呢？是不是骂我们？我就经常用别人听不懂的话骂他们。他们不理解我们，逃走是目的，记住，不要伤害他们。 快走！阿弥陀佛！施主，不要再打了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们。 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，快走！幸亏没被砍到，不然就被砍烂了。无毒，啊，你听我的话吗？听，美女的话都听。那好，你掩护我和樱花姐姐逃走。啊？怎么，你害怕了？胡说！瞧不起我五毒兄弟。那好，我们往这里的方向跑。好，英雄所见略同。快走！嗯，走。兄弟们，他们不理解我们，逃走是目的，不要伤害他们。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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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和尚们，不要再发慈悲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根本冲不出去啊！。天哪，这是一群会跳舞的狼啊！关公射天狼，射死一大片。嗯，这是谁的事啊？我的事。哎，前面这些朋友啊，咱们有些误会，咱们别打了啊，别打了啊！哎，哎呦，这。什么人啊？好像训练有素啊！不可恋战，三弟五弟，我们留下来断后，其他人保护官员，快走！哎，快快！哎呦，这什么？啊！给我抓住他们！站住！站住！王大王，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别惊慌，别惊慌。我们是周游世界的行者，哎，途经贵地，发现此地民风淳朴，啊，风景优美，就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了，是吧？行者，那你到我女儿的房内，却又是为何？啊，这。他在欺骗你，欺骗我！兄弟们上！给我上五指！奶奶的，谁踢我屁股？打不过就踢屁股是吧？哎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他们干什么？奇怪，他们跳舞干嘛？让我们欣赏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咱们上次碰到的吗？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老六，你怎么回事？
这会儿你跟他们发什么神经啊你？快夺下他笛子，他在扰乱我们的节奏。老六，你快掩护我！天旋地转，呀！哎，走！哎，呀！哎！呼呼呼！呼呼呼呼！啊！哎！呀！走！呼呼呼！啊！呀！哎！走！走！呼呼呼！旋转陀螺，他是神明啊！酋长，他是神明啊！你这么觉得吗？爸，真是天助我也！都给我停手！他是神明，我们不能伤害他，要保护他。我，那什么东西啊？他们要怎么对付咱们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退下。是。一、二、三。什么玩意儿？黏糊糊的。没事，起来，起来。